吃白面薯先锋，简单，煎一块做弹出很凹陷，粘起来，在侧面系脚线。面薯先锋做好了。玛丽是个穷女孩，住在破旧的房子里，太冷了，起来锻炼。哦，风从破窗户里吹进来，需要修理了。咻，完成，干得好。现在可以看报纸了，看看有没有工作，还是没有。不能再这样紧张了，我需要放松，缺钱没关系，做个灭鼠先锋吧。它是对的，灭鼠先锋帮助你放松。建模粘土做的小娃娃在换装，完美的发色真漂亮，一切都适合它。娃娃在超市的货架上。凯蒂喜欢玩玩具，但很快就无聊了。哦，做什么呢？看电视。哇哦，那是什么？新的惊喜娃娃，我想要。哦，它真漂亮。我听妈妈的话，好好学习。还是没有娃娃，怎么回事？那是什么？让我看看。哇哦，是娃娃，不敢相信，这会是我最喜欢的玩具。用绞盘和牙签做娃娃，切碎片做雕像，给身体穿上迷你衣服。米莉娜在玩娃娃，看起来很破，但她很喜欢。亲爱的，我们来做新娃娃吧。好的，看看能做什么。妈妈发现了一盒材料，嘿嘿，妈妈有主意了，给你，我的公主。哇哦，我有两个木娃娃了，一起玩会更有趣。空气粘土带来小球，揉成鸡蛋并磨边缘，添加健达奇趣蛋的标志。哇哦，好大，里面藏着什么样的惊喜呢？在普通的公园，我们要糖果。贫穷宝宝看到一个巨大的奇趣蛋，哇哦，太酷了，可惜我没有钱，只能离开了。这时一个富有小男孩买走了。哦，一辆车，我有一大堆车。空蛋分成两半，添加健达标志，里面有一只鸟，但就像是鸟巢。贫穷宝宝坐在长凳上想健达奇趣蛋，真希望我买得起。跟我来，快 chip chip， 快点。男孩听见跟了上去。哇哦，我想要的奇趣蛋是魔法吗？谢谢你，小鸟。蛋壳裂开，一只小鸟露出来。哦，真是魔法，和你一起真好玩，小鸟，我今天非常开心。你在干嘛？我能和你一起玩吗？我有玩具。当然，没有贪婪可以得到更珍贵的东西，就像友谊。粘土变成了一个娃娃，用红色织物做裙子，系红色胸衣，用宝石和蓝银石装饰，化妆。娃娃准备炫耀包装了，
有人要收到礼物了。城堡在举行典礼，今天是歌手莉迪亚的生日。一个朋友送给她娃娃，一个小莉迪亚。哇哦，很像我，谢谢你，艾米。一位客人来参加聚会。耶，我进来了。哦，他在那，我最喜欢的歌手。女孩跑向莉迪亚。我是你的粉丝。对不起，我没有礼物，我太穷了，但我可以见你吗？别担心，孩子，你叫什么？莉迪亚和粉丝聊天。给你，很像我，是我的迷你版，反正我也不玩娃娃，给你做纪念。谢谢，我就知道你很好。揉青粘土，深棕色很适合熊。塑造身体，这是头和尖耳朵，可爱的脸。熊有点破旧，但仍然是某人最喜欢的玩具。玛丽要去垃圾箱里找东西，万一能见到彩票呢？有点旧，但还是很可爱，我要带回家。我和这只小熊要住在一起了。玛丽把新玩具擦干净，需要缝一下，准备一根针和线。耶，现在小熊很新了。我的新朋友真可爱。用筷子做画家，涂金色，用蓝银石装饰。蜜蜂管子，该创作杰作了。凯蒂去公园画画。我有昂贵的画画工具，肯定可以创造杰作。蓝色，加点红色，需要阴影。好了。哦，看起来很糟糕。哦。嗨，你为什么哭？我不会画画。我们一起吧，我教你。吉米画好了背景。加点花不错。跟着我。OK。我们可以的。是真的，这幅画很棒。谢谢你，吉米。拿着颜料，你比我更适合。用铝罐做碎片，让父母帮忙。干花取代刷毛，用简单的工具也可以创建杰作。贫穷女孩去城里画画，突然萨曼莎看到美丽的景色，但她没带刷子。看看垃圾桶里有什么。好的，纸板是画布。新发现，这里有旧刷子和颜料。艺术家开始创作。哇哦，看起来很棒，很惊人的画，太有才华了，我们愿意付钱买。买家对画很满意，萨曼莎很高兴卖出自己的作品。现在我可以买工具了。一张纸板变成小方块，用蓝银石做花，涂金色丙烯酸。豪华灭鼠先锋很有趣，富有托马斯拥有所有小孩梦想的一切。他很喜欢抗压玩具，唯一的黄金灭鼠先锋，仅此一次，赶紧订购购买吧。哦，我不能错过，赶紧买。哇哦，到了，赶紧给粉丝看我新买的灭鼠先锋，自拍。